哒哒哒哒哒，我开了，两位。开吧。嗨，我重新搞过来。哎呀！谢谢范公举的玫瑰花儿。哎，为什么这么久呢？我找了半天封面。哎，谢谢哥一哥的玫瑰花儿。新年快乐，谢谢小圆在不在的糖果，谢谢饥渴的会数的15个玫瑰，谢谢百科的秋天奶茶，谢谢黄瓜文章的糖果。对，因为选了半天，因为这两天没有自拍，然后就好的好的，晚上再看录播。谢谢史上最帅高中生的用爱发电，谢谢你的用爱发电。谢谢你的用爱发电，祝你一新年快乐！谢谢酷肉的糖果，谢谢瑞瑞瑞的大神，谢谢小羊的玫瑰花，谢谢鞋弟的糖果，谢谢不想拥有太多心绪的玫瑰花，谢谢藤井树不睡觉的八个大神。对的，我就是说，谢谢坐看云起的大神，是的，看到了，你们很甜，嗯，谢谢坐看云起的大神，谢谢孙爷孙孙孙子的巧克力，谢谢各一个的糖果。就是哎，我今天找了半天，我发现我都没怎么自拍。我一会儿真的我要去拍点照片，我蓝头发真的没有好好拍照。谢谢 DYS 的圣诞树，谢谢啊，谢谢 A 腾的圣诞树，谢谢你的圣诞树，谢谢 DYS 的秋天奶茶，谢谢盐酸的巧克力，谢谢哥一哥的大闪，谢谢老 K 的99个大闪，谢谢快乐 emo 的糖果，谢谢快乐 emo 的糖果，谢谢你呀、啊、你呀、啊、的3个大闪，谢谢魔法少年王富贵的大闪。真的吗？因为我感觉好像有的时候我跳的时候，你们就是正认真在看了。是的，我能感觉到，就是台下有，就是真的会有的时候在认真有在看。对啊，就是没有喝下去啊，然后就骗你们嘛。谢谢哥一哥的圣诞树，谢谢秃头少女的生日帽。是吗？哈哈，谢谢喽，王老板叫凡凡的秋天奶茶。谢谢 Five 随的99个大神，对的。但是雪之国好可惜啊，那个红毯子那个滑了，但是还好我录播里没有被拍到。谢谢王老板叫凡凡的巧克力，对，被骗到了是吧？不是，当时真的是啊、本来不打算有的，但没想到有的那么快啊。其实我跟你们说的那会儿是已经有了，但我没想好什么时候发。谢谢百靠的圣诞卡，然后正好哎少一个串场的，那我就哎谢谢何处是归鸿的6个大神。其实是想现场唱的，但是得被卡掉了嘛，因为时长不够了，音源。谢谢住在单推心里的兔兔小江的圣诞树，谢谢你的圣诞树。不是，对啊，就是毯子滑的很明显，但是正在滑的那个地方应该没看见。谢谢释然不是软啊的什么呀？哦，大闪，谢谢深宅不露的圣诞树，谢谢你的圣诞树啊！释然不是软的10个大闪。我打算一会儿直播吃点东西，然后，对的。谢谢七杯三分糖四斤奶茶的糖果，哎，果然排量的时候其实是一点点滑，然后呢，我就让姐姐把我的那个毯子底下沾点东西，结果我真正上场那个力度又把那个腿的就把那个毯子给踢到一边了。谢谢一夜之修的巧克力，谢谢延庆的10个大闪。冷餐的两只小熊是谁啊？哼，你自己问吧。看他们愿不愿意说，谢谢咩咩咩咩木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谢谢小贤的哆啦 A 梦的生日礼物，谢谢果冻的大闪，他什么你以为是舞台设计？哎，你真的会说话啊，太会说话了。就是本来那个毯子是要好好的在那边的，就是我在那边美美跳副歌，但第二段我真的没有办法在最后跳，我就把那个毯子默默的拎走。谢谢王老板叫凡凡的糖果，谢谢百靠的巧克力。对，就是很突然啊，排练也没有想到我会最后把这个毯子拎走。
干嘛？自己开拆翻自己的雪国地毯。谢谢范公举的气球小熊，哈哈，好的，你就永远喜欢吧。是的，毯子都就卷走了，那是潇洒小姐那个节目叫。谢谢王老板叫凡凡的玫瑰花，谢谢王老板叫凡凡的巧克力，谢谢哥一哥的巧克力。对的，哎呀，雪之国，哎呀。虽然这个是吗？我今天我感觉脑子今天很灵光，所以说说话什么的。谢谢妻子哥的巧克力，我还挺喜欢艾未央的那个衣服的。我感觉，就是我感觉没怎么跟人穿过这种，就是黑色，我感觉反而很显。谢谢阿宇的大耳扇，谢谢珍妮今天营业了没的用爱发电，谢谢你的用爱发电，滋，新年快乐。对，就是看了录播，也就是比较那个什么，是的。而且我觉得我跳艾未央的时候吧，脸上没有表情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可以揍人了，真的。对的，就是正经的时候，没有表情的时候，我就瞬间可以，就是拿一个高脚杯砸到你的脑袋上，是的。但是我发现啊，我戴着手套在这边跳那个动作的时候，我上脸被挡的。一塌糊涂，就是看不到眼睛。谢谢里昂纳多的大神。对，但是哎，今天其实跳那个暗语还是有点遗憾，因为那个我的那个鞋子啊，我那个鞋子我没有穿那个鞋子跳过。然后呢，我没有想到我的膝盖它是刚好露出来的，然后我一滑，因为平时我跳这个都是带护膝嘛，然后呢今天没有带护膝，然后我的膝盖直接一滑，砸，直接蹭破。然后就不知道，感觉动作稍微卡了一下的那种，就不是很丝滑。对，谢谢橘子暴打橙子的圣诞帽。对啊，不过我用那个水冲了一会儿，去贴个创可贴什么的，就还好，只是蹭破皮，就是没有那个啥。谢谢塞纳河边的猫，板仙的巧克力，谢谢大萌切的玫瑰花和玫瑰花儿。和玫瑰花，谢谢你啊，你啊的玫瑰花，真的吗？已经看了5遍了，哈哈，谢谢滴答猛气的玫瑰花。其实之前，谢谢范公举的玫瑰花。对的，这个小品其实真的很突然，因为我原来的任何节目里是没有小品。谢谢谴责卡的巧克力，谢谢里昂纳多的玫瑰花。然后呢，对。啊 就是小品是真的很突然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本来是要跳一个五人曲嘛，但是一想，好像就是郝静怡当时给我建议嘛，说你这样跳了就只是跳了，只是一跳了一个节目，我心想，对哦，那我编个小品吧。然后那天晚上连夜编了这个《夜蝶之回家的诱惑》，是的，然后就哎，真的很，我们排练的时候就觉得很搞笑。尤其是我觉得我跟冉薇打招呼那段，真的我自己真的超喜欢，我觉得真的很搞笑。就是那什么，然后那什么，然后上去哟嘿 bro 就那种真的很搞笑。谢谢云清晨偶像的生日礼物，对的，是的，而且也不想让你们等得太久嘛，我每一个 PV 尽量都控制在了3、4分钟，这样我换衣服其实可能一两分钟就换好了，然后就。女人，你们知道吗？妖艳对，的女人，然所后以我尽们量一定想画了一个非连常连连连善着那良个。的眼线。对的，我就我的叫雅雅，新歌名字就是恋在开爱头的艾那个丽名娜，字，艾薇。巧妙的设计，嘿嘿。对的，然我后要还跳出不去锈吃个钢琴，饭又了，不应像该大出去吧？也可能点外卖。真的没吗？错，哈哈，被夸了。对，我是就这个是衔毕接。竟其实，哎，今就天是这个暗三语，年前还四年你前们就知好，不知道我们之前有不一然我个就是那Top 个什么。48、然32后的那就个正联好，合其公他演，我跳过的 UNIQ 记得里的面，吧？就是因没为有然后其我实跳那一过的场那的个时位候，置。因为我看见问我，然哎，你后们怎么认我识又的不啊？想什么什跟么的？那个然又后我跳就过的是那个其实人那会跳儿我过的就更有笨在问，的，但是那会然儿后我他就不锈钢吧。就是提前找了伴来着，然后我就问晚，然后我就当时才在群里说啊，是，对的，那个时候就想找是他来他着，好像也然好后。多，那我还等对，会儿然请你后喝吧。正好生日有了这首对，但歌，是然我后今我天就我觉得我这身还是很可爱的，
配我们这个。对的，因为大家可能很好奇，哎，你们，但是其实我们每年这个总选都在一个地方拍 MV 的，但是那天跨年的时候，跨年的时候我们排站位啊，对。他俩认识就是这真的很离谱啊，跨年的那天排站位，然后我站在他旁边，然后说，哎，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我们已经连续两年一起拍总选单了。他说啊，是吧？然后就可喝了，就是真的很离谱。我们去年未来会来，然后就很搞笑。对，新的应援盒如果还没有，对，只有我记得，可能就是我自己记性太好了，因为我们当时不是还。那个当时在杭州，那个去年拍杭州那个，我们还是一起，当时三个人吧，坐着那个车回的上海。然后今年又是还当时拍完拍李德那个旅行日记，然后还有一块很多人又去吃了饭什么的。你看当时真的是不熟，但是却那个什么，对，但真的蛮紧张。我们这个排的时间很少，因为大家年底都跨年，秋如出来的时候也。天，可能不知道吧，因为秋如确实是那两天学新公演，真的也太忙了嘛。然后我就问他，然后他说：“哎，你给我个轻松的就行。”我说：“好，咱就拍个视频，你也不用记动作了。”然后就那个什么，你就按照你平时穿的尺码来就好。对。然后就手指头就很神奇。对，就是那，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拉米拉米，喜欢小树的拉米拉米。谢谢 DYS 的平安果。那可以买大一个码。好尴尬、啊、是吗？很神奇。对，他其实就是对、现在现在算那个算是吧，算熟了。谢谢范公举的玫瑰花。嗯，对，下次可以唱。对啊，我今天音源都是小树的那个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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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因为真的很甜嘛，我也很喜欢。对哦，今天小台阶的弹幕就是把你们的 ID 名字组成的吧？我当时念都念笑了，真有你们的。有看到潇洒小姐，哎，我那会儿看到有艾特我的直拍，我想去看看。就是老板嘛，你知道干大事儿就是。是吗？因为我那会儿看录播，看到了，刚看到小品结束。个人来说。然后就，其实今天切近，也还挺满意的。唯一有一个遗憾。其实有参考我发那个抖音。我唯一有一个遗憾。因为我就是。我发现哎还挺。就是我们暗语。有一个很像黑曼巴的那个动作 ，Black Mamba， 咚咚，就是趴在那个地上，就是那个，那一瞬间没有拍，我真的很难受。拍着那个自拍，就是在直播里面没用。观察，哎，还有哪里？真的很难受，就是突然一下，咔下地，滋那个，哦，我真的很喜欢，对，跪下去之后才拍到。嗯，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遗憾，那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对，镜头没有跟上，哎。如果就是正字啊，这个真的不性感，这个真的很，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是的，且慢，我们下去太快。希望直拍能看见吧，我一会儿看一下直拍去。对，我就等着了，我等着，我今天要自己看个十遍。哦、对，我本来要助演两个节目，还有一个能说吗？谢谢蹦文的巧克力，这样它成为一个悬念吧。练习室，哎，其实我们俩就练的时候，最后有录过一遍，但是不是练习室，就是只是普通练习，看一看视频。谢谢睡着的大提琴的糖果。就是因为每次就是打了底，还是挺满意的，但就是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现场唱歌吧，因为我的音源控制是在15分钟内嘛，我就尽量把自己想表演的演完，我就想的是，那就有一些就用串场的跟舞蹈的，就是这样吧，都一样。反正当时录视频的时候，我也是在剧场唱的嘛，所以说就都一样，就觉得连串着这样看着会很舒服吧。哦，对，下次有机会。嗯，我刚刚说到啊，所以哎，这就是我今天跟你们说的嘛，说的那个，因为那个。我这一整个生日节目都很花，是吧？比较临时嘛，然后刚好前两天也比较忙。最喜欢雪之国和小品，啊，雪之国确实好看。古装那个没有照片，那个只有视频。我明天要换 UNIQ， 其实我才想起来。对，对对对，那个白西装是比较飒、比较潇洒的那种。我要换 UNIQ。但是啊，我今天，然后我赶紧，我跟你们讲，我今天看录播的时候，我真的好，好那个啥，好。好恨呢！为什么我妈妈没有给我生出来一个肩膀？就是
我是个溜肩，我学这个人家舞蹈老师做的是，就是那种他肩膀很有型，我就一个塌肩这样，我像一个儿童。我真的没有肩膀，我难受死了。我看见我真的，我要再多一个肩膀，我这个舞蹈能好看很多。我觉得费精气神啊！买个垫肩，我本来露着肩，我怎么搞垫肩？谢谢大波 cheese 的玫瑰花，我到时候拿泥巴捏个假肩给它支棱起来。我就是没有肩膀。真会说话。至于狗都不跳的程度，但是它成为我最不想跳的原因。隐形的。是的，哎。但我跟你们讲，我真的有在，我看那个视频了，感觉确实不会觉得我自己特别胖。我觉得我最近的减肥是真的很有用的，大家，就是我脸上没有那种肉嘟嘟的赘肉了，大家。你们发现了？就最近真的我真的瘦了，我跟你讲。真的，我看到了视频都觉得啊，终于瘦了，嗯。所以我下次。对，我很满意。真的很满意啊。可能半年后吧。谢谢呱呱，谢谢呱呱叫我呱呱的夜蝶。你有没有看我的生日直播？大家，我的朋友来了。嗨，你怎么在看我直播啊？你什么时候开始看的？谢谢肖粉丝的生日礼物。你不会看了生日直播吧？好羞耻啊！天哪！借了一双很高的鞋，然后我就跳的时候也战战兢兢的，就是前一天晚上学的。他说话了吗？刚刚挡住了。应该没有说话吧？好吧，他不敢说话了。因为那会儿那个有给我发微信，好像说开始了，哦，开始了，好像是吧。然后我结束了，说我结束了。冷餐会要戴粉色的帽子，然后后面。对的，我这个减肥真的是。我减死我了，这两天我天呐，不敢吃，真的不敢多吃。一到了晚上，饿的那段时间，啥也不敢吃。天呐，因为我知道那个N队他们雪之国原版的那个衣服嘛，他们露腰的那个地方，你只要一弯腰，有一点赘肉，我就觉得完蛋，那我肯定就会露出来。然后我就心想，不行。然后我就今天头一次试那个衣服，发现哎，刚好，太好。对的，别说了，让呱呱说，他不说话，人家都不说话。然后我也是没想到，今天好多昂贵的道具，昂贵的道具就是后面的那个水晶柱，我买的道具是水晶柱，然后其实别的也都还好。方便食品拯救我的小命。就是那个水晶柱，然后剩下的道具都是小道具，还有就是他们艾薇安的服装，还有，但是我觉得白花纱，还有也不是很多东西。对啊，我买的水晶柱就是被叔叔把王富贵写成了王祖贤，我是真的太离谱了。对的。因为那个场景，我当时那个我就是想了好久，我就是想要雪国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是冬天生的嘛，然后我就在想，因为而且雪之国这首歌我在很久就定了，我是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啊，可能是五六月份六七月份，我就已经想好了，我一定要表演雪之国，雪之国这个，嗯，但我也是很花心的。红衣古风视频啊，其实你们没有发现，红衣古风视频是在不同的片段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因为那个视频我只拍了一分钟，我一直重复了很久。Disney 对，怎么都穿羽绒服呀？不，王祖贤那个是真的没有想到，叔叔写错了。对，因为对，这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说我一定要在冬天办这个生日公演，因为雪之国。本来想十二月半，就十二月半更好。十二月，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件我说直播要做给你们看的事情，我还没有做。对呀，我最想把这个场景搭得很漂亮的就是雪之国了。然后雪花呢，也今天非常顺利。哇，我今天所有东西都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那些道具什么的，很感谢姐姐们这次。太感谢了，没有翻车，我太开心了。除了我的地毯是我自己的问题，哎呀，不要这么形容我，不要用这种词形容我，我受不了。对，我今天雪飘下来那个感觉就是我想要的。哎呀，真的
看的人很多，是吗？嗯、谢谢 DYS 的大山。对的，好了，你别夸了，你可以提问了。搞得我有点不能再夸了，一会儿我还要去看看看看录播呢。对的，嗯，我的这个手动椅它已经愈合很快了，已经小了。对的，我发微博我都需要偷你们的反图了。我发微博真的，我蓝头发都没有拍过照片。哎呀，他被肉给挤没了。不会的，我离那个雪花真的很远，我就怕我吸进嘴里或者是踩到了。或者吸到你，谢谢七杯三分糖四斤奶昔的圣诞帽。哎，好像没了。那今天一日限定啊、嗯！夸一夸，提提问题，很丝滑是吧？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哎，我肚子叫了。看到了吗？对，蓝发，我跟你们讲，我染蓝发就是为了雪之国。哎呀，我就是为了雪之国我才染的。看到，哎，哪个都不为，就是为了雪之国，嗯，染这个蓝头发。肉太多了，好难过。对的，因为我怕你们就是黑瓶久了，你们会，哇，天嫂是在玩恐怖游戏吗？习惯。对，对，他在玩游戏，应该。就是，我刚说到啥了？我忘记了，我说啥了？哦哦哦，雪之国！我那天发现他的时候，我染这个头发就是为了雪之国。22年，我才知道我原来是有酒窝。哦，在玩玩具啊！这边没有，我这边用被大好人骗什么感觉？我开始真的相信了，你知道吗？哎，我这个人真的很好，因为他一在认真说话，然后我就。啊、我说不应该呀，我说不应该呀，咱俩互相看不上，就不是互相看不上，我们互相都不是对方喜欢的。哎，不是，哎，也不能这么说，我们适合做朋友。我没说过这句话吧？我没说过这句话。什么叫也不是不可以？我没说过这句话，我肯定没说过，我真没说过。好像离毕文也没有几天了，突然发现。我没说，我当时就是记得，我感觉他心情挺好的。那我可能说的是别的事情，我说上楼找他也不是不可以那种。对啊，泡汤，因为我们上次五个人不是去泡汤了嘛，因为那个地方真的很好吃，而且也很舒服。我再试一下。嗯，对的。上次直播说好的不哭，那也还是啊，我今天哭了吗？我今天没有哭呀，我今天没有哭呀。怎么笑才有？我今天很欢乐的一整个，感觉我可以练一下，说不定我可以练出一个酒窝笑来。嗯，好吧，也是有的。对，你觉得？但今天整体很亢奋的，有酒窝很好看。是的，因为他们哎，小树跟青青的信真的好会写，就是他很会，就是。我觉得他们写词真的很好，我觉得他们也可以去写歌，我觉得他们写出来的歌词也真的很美。我刷新了我的视觉，很有才气。然后结果还有人去都在感动的时候被我插话，哎呀，那不是因为我怕气氛冷下来吗？也不是冷下来，就是我怕气氛大家都陷入悲伤的感情，我就要欢乐一点。谢谢 DY4 的秋天奶茶，就是仪式感，我有仪式感。做出来一个酒，我好像就是把啊对。肉啊什么缝起来，然后就是他不笑的时候也有个坑在那。是的，我话太密了，我就是在啊，对，你这个叫控场，我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人他一般说什么，他只要有空隙我就可以回应一下，这个不算是插嘴，我觉得只是在接梗那种。是吗？今天来了特别多新的小台阶。你知道吗？我用心良苦，就是我那个视频，我把我抖音拼起来那个视频，我前面写上了应援会的号码。啊，用心良苦，我求求了，大家能不能加一下？就是非常用心良苦。我也很喜欢我的，脸颊。对的，那个笛子真的很难吹。看到了，本来你们在发啊，好，我们一起啊，一起努力让他那个什么。我的小虎呀。对的，倒背如流的啊，太好了！到时候我去看看录播，我看一看那个版的录播。发现一下。
我这两天应该不会再减肥了，因为我现在这个脸再减它就凹进去，凹进去也不好看。好，现在刚刚好，其实现在也还是有肉的。吃了什么？我今天你看，只不过比那两天的小一点。对，还是上午，现在已经深夜减的。对，这样深夜减的就是在串场的视频。我今天上午只吃了一点点。你们知道吗？我今天早上点早点的，点早点是其中一个任务，就是怕自己没劲儿嘛，所以我要很早的吃。然后，然后呢，我很早的吃，喝了美式嘛，喝了美式之后呢，我拿那个就是消肿仪，你们知道吗？我推脸，我推呀、推呀，就是那个消肿，把那个水肿赶紧往上推。我推了两次，本来这个仪器只用一次就够了啊，我把这个小的推脸又滋滋滋像刮胡子一样死推。就是怕肿。对的，我哥跟哥是会上传网易云和 B 站的，然后一些串场视频我都会放在 B 站。花钱还要去上对，我喝了美式什么的，然后我就哦，对，到现在我还没吃东西呢。真的，你们不知道吗？你们网上就是你们如果是老经常水肿的人，你们肯定就知道水肿是什么样子嘛。所以说就是只要去买那个有个消水肿的那种仪器，就是推脸，它就按摩，然后。你就消肿，你就我现在就很期待，可能在消肿之前就是不是很那啥。好，脸方面都是对。没呢，我还没有想到晚餐吃啥。其实我们剧场的面馆、对对对，是有两，你很懂嘛，就是有两个球的那个，就是滋儿滋儿，就是把那个推，真的很懂啊，你这个男孩子都很懂这个美容，不错不错。这就是那种皮肤管理店，他给你做皮肤护理，就这样。带回来了，带回来了。然后可会拒绝啊，就是戴好口罩啊。来报吗？可以呀、我来报。现在好。算了吧，我现在有点……谢谢范公举的玫瑰花。虽然我抱得起小鱼啊，但是其实小鱼也不是很重。好了，但我没想好吃啥，我觉得不能吃太刺激的一下。我这两天我跟你讲，我还戒辣，你知道吗？我就戒了好多东西，我就怕水肿。谢谢魔法少年夜真的大神。我连辣都戒了，太难受了，家人们戒辣。哦，还有蛋糕，我们可以吃那个。又刷了一遍爱语，我还没好意思看，就是那个爱语，我那会儿在车上看的，就稍微没怎么看那啥。我一会儿去录播再好好看看。跳个孤影都要死要活的。对的，明天我就要开始排练了。就是比我连的排练，但其实今天就是这种生日公演，其实还比较对的。然后等 B 五零结束了，我就要去看我的这个嗓子了，因为你们可能仔细听啊，我今天把那个音源上传上去，你们可以仔细听。我主歌的那会儿，已经是我唱的最好的了。虽然我主歌的那个地方，我的声带已经唱主歌哑到那种程度，就是我上传了音源，你们应该能听到里边的沙哑，就是我现在讲话。就是会有哑，他主歌我怎么唱都是哑，可能高音可以，但是就是中间唱正常的就我那天对，所以说等 B 五零结束我去看一下吧。我的技术很好，反正现在生日公演结束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结束了。都没睡醒，其实我好了，该想那个下一年的了。哦，不是，太早了，现在想莫名其妙没有睡好。对，那我平时说话小点声，你们就听不见我。就听不见，去年就能在听见，对，所以你们也要在一个时候晚场读书。谢谢蓝公举的玫瑰花。哎，正常说话吧，大家啊！我给你们表演一个乐器，我一直放在这边老忘记，下一次生日公演说不定还是今年啊！谢谢范公举的大声。
次我要再挑一个喜欢的歌。谢谢浅泽卡这样的玫瑰花。嗯，哎，我刚好不是 H 队的公演跳不了了吗？我也不能强迫人家。然后呢，嗯，然后呢，就是我们老师当时说，我们老师当时说新春公演，不然给你安排那个冤吧。然后当时我就想，我再想一个别的节目吧，因为我觉得冤跟我，因为我这个爱未央，我这个爱未央其实就是冤跳不了，我才跳了爱未央嘛。然后其实风格已经差不多了，我想新春公演再跳一点别的吧，我就再想想，我就让大家不要太审美疲劳了，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的生日公演真的比较那个什么，怎么说呢，感觉风格说差不多吧，也差，但是其实还是有点那个什么的。对呀、啊，爱未央可是冤的备胎呢，所以说打算冤就等再久一点再跳。然后我就把我的头发全部都就这边但我还没想好新春公演圈的，就想搞点像不一样的吧。嗯，因为我这种举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歌，是不是三十号那天突破啊？对，不是，对，哦，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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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视频是在那天录的。随着这个学习，大胆用了两遍。真的呀，我本来因为就五首歌、嗯、我为什么还要抛弃别的歌选 Jelly 呢，对吧？那我就是傻了，傻瓜。瓜妈能站起来吗？我今天哪首歌很瓜呢？我想想 Black 黑玫瑰我跳过的呀。又想当姐姐了，可能就在跳不秀当是吧，哈哈。对，潇洒小姐，其实我当时就是想哎，好静音。
我正要说给你们展示一个乐器，是他纯纯无语住了。嗯，你们知道吗？我最近就是，除非我自己做，我真的都不拍照。我给你们看啊，给你们看。我不是搞笑女，我不是啊，我可不是。我给你们来展示一个乐器。这个是我很久的收到的一个乐器啊，这个人一定觉得我这个音乐水平很棒。我跟你们说啊，就是杆子吗？我发现有买那种，嗯，就是那种，就是一下子广告很多的化妆品，还有这个食物类的东西。是乐器，是电器，我觉得还好。我买电器我也没有钱，就是我跟你们讲过那个壶啊，有点大声。虽然说第一天就脆，这个幸亏还比较便宜。是黄金矿工的锤子，嗯，非常好使。这个，谢谢铁板烤科技的夜蝶，谢谢你的夜蝶。我经验来了。就其实还好，因为它毕竟是一份价钱的东西。哇，太好听了！三观正正，就是你知道吗？对这种东西，你就能用就行。谢谢剑凤的三个糖。新年新福。当你问我存在是什么，我不知道。当你让我面对离去，我也只能逃。你说生活美好，我怎么怎么怎么。啊，这是用手播的。啊，哦，等等，我可以这样。还是那个叫什么？哎，是什么生肖？什么生肖今年？啊，用手摁的。对呀、啊，这不是用手摁的。这是铁的。我之前买敲反了。买那个什么壳子啊？手指钢琴。就是、这是手指钢琴，知道我就是，这不是，他这敲的吗？丢三落四，这是钢琴。说到这个乐器，嗯，壶啊，我这没声音啊。对，我就可以变成一小壶。我跟你们讲，我就去音锤啊，对啊，我在弹啊。我不是就是一开始这没声音啊，就要用这个呀，按下去。我还就是消失了蛮久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找我的手机，手机昨天。为了直播，这个，因为我要把那个手机，没必要吧？这个用手。直播今天早上找半天手机可没找到，反了，用大拇指。啊、然后我的手机没事了，你们在骗我是不是？变得非常非常不显眼，我就真的很手疼呀，这个。我找好久好久啊，我真的没声呀，敲呀。我写了东西的呀，我写了备忘录的呀，我找不到。哎，我刚敲到叮叮当。我在后台，我真的发疯。哎妈！音乐神童，大家，音乐神童，音乐神童。找了好久好久，我的口音，哎，我发疯了。等一下，发疯口音。音乐神童，叮叮当，我的妈呀！我真的找了好久。哎，我和就是我要是没有一个显眼的手机壳的话，我就很喜欢我现在的，我现在就是个小熊嘛，拍照的时候拍的。是一个小熊，就很好找。然后平时挂脖子上，哦，对，我从多久之前啊，我就买手机，我一定要挂在脖子上。我要是不挂在脖子上，就确实是现在已经养成这个习惯。嗯，上次水水还说我，他说小学生才这样。哎，等一下，我研究一下，我已经敲出来了，噔噔噔噔噔噔，零二小叮当。等一下。做的好处，嗯，就是你平时我们可能下班东西又多。哎 ，no， 就一下把手机挂脖上，你马上就是手上就可以多拿个东西。敲三台相机，哦，我也很喜欢这台相机。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小叮，哎，别当。就是两百。嗯，不，两百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那个出租车司机，就真的不给钱不给我送，哎，很难过。就这个世间啊，就是哎，等一下，世界还是比较险恶啊。
对，就是但是这人家愿意，那他给这个锤子干嘛？我应该送这。就是、我要是丢了，我就哭死。叮叮叮当，叮叮叮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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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儿小叮当，哎，差不多吧，就这样。我希望未来可以有那种这个。谢谢舞蹈的天使，那种小管家。这个我无师自通啊啊啊！发发发发哎什么发啊发咪瑞哎怎么这么瑞瑞咪瑞发啦啦啦啦咪啊不咪三等一下咪咪瑞哆嗦能不能再发一遍啊？One two three 啊不是啊哆瑞咪哆哆瑞咪哆咪发。那个叫什么？那个手机可以就是刻在身上。哆来咪的。找手机。这种设定好像在科幻电影里面有实现，是吧？就是哆来咪的啊，七八七，这不是群号吗？你们别逗我，七八七零三六四三六九零是群号。六啊 ，la fa so so la so fa mi do。就是植物脑袋就在下。嗖、啊。你说的好像植物脑。哦，七三七八七零三六九。先投资一块钱吧。好难呀，我不想学了。一元吧，以表心意。还是给大家谈这个吧，这个就很动听，是我无师自通的。三二一。像不像那个希腊的竖琴的那种女神的声音？不是我啊，一块钱，太有感觉了。就有好几十亿，这个世界就有好几十亿块。高级了，开始。哎，脸红吗？脱妆了。谢谢范公举的大师。嗯。谢谢范公爵的大人，谢谢各位哥大人，谢谢朱在朱在赞叹赞嘴的大人，谢谢范公爵。这音乐我在鬼片里面听到的。谢谢黄冠中的大神，哎呀我妈呀，我不谈了行吧？谢谢秀秀男神大神，谢谢老 K 大神，谢谢皮卡丘丘大神，谢谢兔子少女的大神，谢谢黄冠文章的大神，谢谢云朵半奶油的大神。我不唱了好吧？谢谢黄冠文章的糖果，对不起大家，吵到了你的耳朵。这个下次我拿来洗衣服好吧，当搓衣板。当搓衣板，这总能放心了吧？现在电影还有。小花在楼下呢，我那些袋子都没拿上来。哎，我打算把小花当我下次 cosplay 道具，我去拿的。小花呀，小花，吹吹笛子吧。不行，我吹笛子，你们又要那个什么了。不吹了，放心，大家啊，放心，放心，放一百个心，我是不会吹笛子的啊！哎呀妈，放心，放心 ，Oh baby， 放心，放心，放心，我和你一条心，亲。给你们看一个，我给你弄个魔术啊！这是一个简单的木头，可能你们见过，但是你们今天要再看一遍，我要变出不同的东西。它是一个木头，看到了吧？木头，它就木头。他舅的外甥，谢格兰菲迪的大神，是个大神。他舅其实没有联系。木头哦，木头，他舅的外甥。抱你，这个名字我你看我就不想看。Hello， 大家好，我是他的外甥。是爱情片吧？我叫米老鼠，哦，不是米老鼠，我老想说米老鼠，对不起，啊妈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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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米老鼠，不是米老鼠，哎，我小贝尔的头，你在抖音看到过这个？还好，对的，这个比较火。啊，还有一个就是我平时的副业，给大家看一下。你们肯定没有见过平时的副业吧？你知道吗？就是小品，我真的很不想笑场。我每天有副业，我真的很难不笑场，然后我就在那里笑。蟹堡王上班没用，我就不能演喜剧，我就只适合看喜剧。我要是演喜剧，天天都没笑，我自己一个人在那傻笑，这就不行。
每一天谢老板都对我很好，我每次不去上班他就会想我，想我到哭泣，就是说帽子离我太远了，我就没有拿。每天在蟹堡王上班，再过两分钟吧，再过两分钟，我真的饿得不行，因为再过一会儿就是得那什么。富贵真的妥当啊，得贴切，哎，是吧？谢谢 DYS 的蟹堡王帽子，谢谢你的帽子，好，谢谢你的帽子，好好。蟹堡王帽子，怎么了吗？不对吗？不对吗？这是蟹堡王帽子。蟹堡王华丽国王版帽子，我就是蟹堡王的王啊，不是，我就是比奇堡，那个叫比奇堡，比奇堡的王，不是蟹堡王的堡。谢谢范公举的圣诞帽，赶紧把我这个装给蟹。谢谢从不掉链子的链子的麋鹿胸针，突然贬值了啊！那谢谢 DYS 的皇冠，对不起，我把它变成了帽子，我把它说的一文不值，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不要哭，不要难过，求你了啊！不要太难过，我真的是一时没有那个什么。它是比奇堡，这还是很尊贵的。饿了吧？嗯，对，我打看好进直播完没有吧？一会儿一块吃饭嘛，他不是也饿了？谢谢，迪拜斯的五个玫瑰花。我也饿，想想一会儿吃啥吧。下周对啊，下周是冰武林。哦，对哦，妈呀，翻牌提醒我了，大家。我的天哪，我从几号的翻牌就没再翻了，我的天哪，大家的翻牌早就有了日期了。Sorry。天哪，让我们超话吧，加油，我加油。对，是去年的翻盘，对不起大家，我要翻，跟我慢慢翻吧。嗯，我按顺序翻了，我先从去年的开始。对，我先把去年的翻盘。哎，如果大家啊，我就是说啊，如果大家就是如果大家那个，因为我觉得我要是在外面的话啊，我要是出去吃饭，我可能会方便。哎，我都一样，差不多，算了，不说了，差不多。因为有的时候我在外面，我也可以发语音翻牌，没事的。我本来要说，我说在外面可能翻文字，在中心可能翻语音，但是都一样，我在外面也翻过语音。因为再看哪个快一点。哦，还有。本来那会儿说你们要不发语音吧，还有一元福的反，不过一会儿要吃饭，但吃饭我觉得要可以要等很久。那我就这样吧，我在到时候路上文字的翻一会儿，然后语音的翻一会儿。哎，我操，发呀发呀，积极发给。好的，谢谢，发语音我也可以很快，就是不用打字，嘿嘿。这个是圣诞，对的，语音是快的。小头像。对，谢谢贵哥的玫瑰花啊，突然真刺痛，写真的赞，感觉嗓子卡了一次。谢谢 DYS 的巧克力，就是那种感觉。我还是个紫头发的，哎，对的对的。谢谢范公举的玫瑰花，我一会儿喝水。这个、一会儿就喝水，我那会儿喝了个早上打的水，我今天都没喝柠檬水，我直接喝的美式。跟你们讲，我以前就是我不是画漫画嘛，然后就会。很中二嘛，然后想画一个自己的动漫形象，然后我就嗓子真的有点痛了，天哪！不行，我得好好保护我的嗓，还得唱歌呢。以前还是不可以让这个嗓子持续这样子，嗯，哦、要爱惜自己的嗓子。我去，谢谢魔法少年也真的大神。对的，以后就变成烟嗓之后给你们唱。想问天，问大地。吃面来了，吃面。我不愿每分每秒把你忘记，拿什么玩意儿？什么的？嗯，谢谢 DYS 的大师。我觉得今天生日公演的那几个音源还挺好听的，就那个夜色迷幻，身体在摇晃，比较沙哑嘛，因为当时感觉录的还不错。嗯，还有那个
台上的光鲜与台下的落魄。好，那我要走了，你们不要太想我。哦，再见。还有歌词。哦，还有再见。那个圣诞节的那个摇铃的造型。拜拜拜拜拜。再见，我要去看看微博，好像官博艾特我了，我们都去看看吧。